我叫你开门。不是林，现在是跟男人在一起，他劈腿你跟那个男人。我拜托你到此为止，我很担心你。不是林，我喜欢你。我要去见佑镇姐姐的过去，我今天就要告诉她。再给我一天时间吧，拜托你了。不是林，我会让你知道用我的过去来威胁我会有什么下场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秘密的女人全台首播。